大王圣旨到了嘛？这回禀大王，圣旨伊伫咧黄昏的时阵，才拄达人我高昌国边界，离王城还有一段路程啊。黄昏，即卖已经三更了，哪会还袂到？紧，赶紧过去继续打探，有任何消息，立刻倒转禀报本王。是。国王，你也未免太过心急了。心急？想我高昌国独信佛教，国土神异林立，虽有精灵数千，也不过仍缺少真正的高僧啊。好不容易一次听讲大同高僧前来，哎呀，真是可遇不可求啊！这叫本王怎能昧心急啊？高僧回府啊！是听说玄奘大师路过伊五国，前后再叫佛师，马上就派人通知伊五王，适合将伊留下，竟选被上神准马素食辟，佮派众神前去相迎。也伊既已答应前来，你又何必如此急性呢？高僧原来是师兄，可为我国好得情。大师慈悲啊，来答应必然的感念，不枉圣情。玄奘大师真无容易渡过了沙漠，伊在伊五国停留了十几天啊，想必伊一定吃了袂少苦，又不知伊五对待伊如何啊？如此，怎不叫本王担忧心急呢？国王啊！对于我国跟我高昌国七路程哦，至少嘛爱六天。就算你搁再安怎烦恼，嘛无路用啊。搁再讲，十外天你都已经等啦，咁还搁有差这十外刻钟的时间吗？王后啊，你做的本王渴望心切啊，恨不得马上就能拜见。大叔啊！不，启禀国王，大同圣僧玄奘大师已进宫来了。哦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玄奘大师。Yeah.
敢问圣僧，自比随运捡来高枪，真是我国之幸矣啊！国王言重了，难得你退中三步，一佛化地国，高枪国处处欢喜祥和，百姓人人安居乐业，这才是天下之福呀！圣僧，你可得我等你，等得好苦啊！地主自从听说法师的大名了后，欢喜伫寝室苦会，我估计你今夜必至，就以王后在宫中托经休息，通宵秘密呐。是啊，圣僧，国王自六天前确定你对伊五国启程之时，每日每时就无不在期待着大师你的来到啊。现在终于得偿所愿了。莫负此笔，高强国佛法昌盛，真是赞叹赞叹啊！圣僧，请。圣僧，才有真侪佳偶，请大师你尽管品尝啊！谢国王，贫僧只要一点啊地主的粗粮，都已经有够了。这面哪会用的呢？大师你远道而来，独自为我孤僻荒漠，受尽苦楚，好不容易来到高昌。阮怎会用得无好好招待呢？是啊，请圣僧一定唔免甲阮客气啊！若不去嫌，也请圣僧你将高枪当作是你家己的家啊！是啊是啊，本王想要圣僧前来，是有两件代志，要请你答应。不敢。那些当帮助着国王，现状一定尽力促成啊！就请国王免罪，圣僧啊！佛学实在是太深奥了，有真济个物件哦，阮拢唔捌。在高昌国中，竟无亲像你这样的高僧，所以国王是要请大师为阮指点迷津啊。国王，王后。求发心切，令人敬。我奉化不息，立志永生。为愿不忘，世间经，比阮所称，真经。
真是感恩不尽啊！现在，现在，您有心求欢，现状主动接近本分，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呐、啊。感恩圣经，国王，方才你虽有两件事，此乃其一。那安尼，请问另外一项为何呢？这第二项请求嘛，请进水母红啊，圣经啊。富国强，难敌金强，大输赢。是呀、啊，大叔讲的意思是。不错，我希望大师能留在阮高昌国，为我国民讲解佛法，普及佛性。这怎样？刚刚你无愿意，现在。现在，共往后啊！江流沙关，水淹船去，岂容阴世行，不容阴地。相思歌唱，归我心意。此景看定，诉难求期。圣僧啊，本王真心希望你能在歌唱接受众生救救，相助我国，广受佛法经典。造福万民。是啊，阮必定以倾国之力，甲力共用，并命境内所有的精灵，手捧金冠，拜你为师。就请你体谅国王的一片美意，留在故乡吧。恁的好意。以我德行，也不足以应你接受。更何况现状出现，并不是为了供养你来呀、啊。我发愿西行取经，只可日日坚强，岂能中道而止？恳请国王收回美意。苏啊，万般困求，真心诚意，高山灵依，我心不移。讲的心意，我明白。但现状也未完成西行的目的，所以我无法接受你的要求啊！所经求法，煞不方便，望请谅解，诚意。提示，圣僧啊！
人已坐起来。既然可以定接受，那呢就是本王无礼。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，第一条路老在高昌做五国国师。那呢，请问国王，这第二条路呢？第二条路，伊嘛以为我唔知你是偷渡出国，你若唔答应留在高昌，我就将你遣送，倒转去中土大唐。圣旨，切莫要辜负高昌国君臣上下期盼之情啊！愿意有所分，求处金地呀，利益民君。结离婚，当年效法将法论，你的连感害，岁感恩。我这是遵循心中的信念，也敬请您会当尊重宪宗的信念，尊重你的信念，我这么尊重你，你却不尊重本王，你有你的信念，本王嘛有啊。我一心将你来体谅，不求将真心。请到了房休息，无本王的允准，不可让伊离开大门一步。是。哼。圣旨请。我父苏碧。奇怪
上手人心，数天多呀，我的最迷津，但有孙悌关怀上殷勤。圣经，我唔让你走，你见到全是相应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献宗，我喜你啦，你叫兄弟，唔让我离去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圣僧，我五体投地敬佩你，你为了佛法，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体，连饭都会用的不吃，水也不啉，不弄我。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恁大家免得放弃，恁大家免得困去，恁较振作的。